5月2号，昨天我是8份走8小时280次，今天3号车，3018。拜拜，我的绿色带新城区之家的车280次，斗六发的就用3000元花脸了，我3000型12元没有3018的皮蛋斗台啊，绿色带新城区之家，我是刚刚列车长，来112年了，5月2号戏子站，戏子站哦，这个画面蛮不错，还蛮喜欢的，是吧？9点58分走白车是117次哦。超金龙巴车将3000元超重，短用3000元是12年没有3023的观光特仕版皮蛋豆汤药，四色彩色新成绩单号。在西子站四里了，一个四里200次通过，然后刚鸣笛还蛮开心，已经2120次哦。那个20发车将3000线，看我金龙的用8140把。以上我小心的车，感谢自在讲，拜拜，谢谢观众的讲，拜拜，好，就那，拜拜。